宜兰高中在全国数理以及科学竞赛中一向表现都很出色，今年也不例外，总共拿下物理全国特别优秀奖以及地球科学和资讯全国二等奖的殊荣。我是比地球科学科，那这个科目就是一个比较广泛，然后就是各个方面的科学都去涉略这样子，然后我自己是在对地质方面比较兴趣，所以在地质上面拿最高分这样子，然后就最后也拿到这个奖，然后很荣幸这样子。对他们在科学竞赛的还有资讯电脑竞赛方面物理竞赛的地球科学能够得奖啊，蒙县长特别的召见，我们宜兰高中深感荣幸，那也给我们宜兰县的所有的家长还有学生做一个示范带头作用。县长林之妙今天特别颁奖表扬获奖的同学以及指导老师，并且期许同学未来在科学领域能够继续发光发热，称霸全国。那这三个同学呢不但呢成绩好，而且呢对于科学物理还有呢资讯都非常的有兴趣，那呢学校呢发挥了最大的这个专业领域老师的用心，让这些同学们呢能够呢在学习过程当中得到了自己的这个兴趣与信心，那自信呢能够让一切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所以呢他们呢奠定了这个良好的基础以外，也是呢这些宜兰县小朋友各些同学们的典范。我们全家都读宜兰高中，今天看到宜兰高中有这么好的表现感到非常的欣慰，也非常的高兴，再度的肯定我们宜兰高中校长带领之下所有的团队对于我们青少年朋友们这样的栽培，感谢你们，感谢我们的校长跟老师们带领之下，可以让我们的同学有未来更多的发展那也希望说能够学有成就之后呢留在我们宜兰家乡，为我们宜兰的科学园区来继续打拼。县政府也强调，宜兰县深耕科学教育多年，让学生在国中小阶段就打下良好的基础，未来会继续在科学教育注入资源，培育更多优秀的宜兰子弟。宜兰宜兰宜兰之光，赞！宜兰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道。